我们是口红王子，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王子上场。哇！ Some people want it all, but I don't. If it ain't you, baby. 太可爱了，我不敢看他的。哦，害羞了。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沈月的化妆台亮相。你也有脱发的困扰？就是生活压力大嘛，熬夜真的会秃顶。我见到的女明星当中，第一个公然说我要秃了。猫还是狗？我喜欢猫。喵。有没有桃花呀？不用害怕你爸妈，跟我走吧。反正我爸妈又不会嫌弃你的儿媳妇。我们会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，在假人模特上面进行练习。行，这个眉毛每次都是。好像还是带有酒，没有恢复好。这是什么？画了什么？什么恶魔操作？戴着在画什么？是眼线吗？我可以在你手上写一个字吗？啊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你好漂亮，你好美，我想你。肯定是写中文吧？我爱你，应该是。不是画眼影跟眼线吗？干嘛呢？请同事喝一杯饮料。菲菲，我恨你。都没有人要停呢。哼。来，欢迎我们的公主沈月。沈月会把今天唯一的口红王子的徽章给谁呢？